我们都知道向日葵需要植物的保护，而植物也需要向日葵的光才能生存。这一天，黑暗骑士派出了僵尸军团前来抢夺向日葵，于是植物们也派出了四个精英小队前来保护向日葵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四个小队中我们选择哪一个小队最有可能保住向日葵呢？选择一号火焰小队的情况111，选择二号光线小队的情况222，选择三号玫瑰小队的情况333，选择四号蘑菇小队的情况444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支持哪一个小队呢？屏幕上打出你支持的小队，让我看看。